行跳高预选赛的测试。真的好好啊，真的让我们看的觉得瞠目结舌啊。你们那有十斤头发，有十斤长头发，那五斤吧。加油，我是某种意义上的体育鬼才。没有想到我是第一名，这个刺激好不好？哦，不不不，我们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已经开始了。对对，我要去下一个项目了。多高多高，你怎么回事？哦，没差了。他都高我这么多，一米四。150，那不是那152是吧？153，啊对，153，153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。来3、2、1，来1、2、3，来先看先看身高，身高多少？来身高多少？来，身高多少？来。身高 ，OK， 好，体重55，谢谢，55，走，我们走，谢，老师，你再跳一次好吗？这也太高了吧！嗯 ，KO。用力跳一个，加油，老师！来吧。好轻松啊！嘿，On！你在干嘛？你在跨栏啊？哇哦哇哦！哎，我怎么又掉了？气场，知道吧？气场把它震掉了。这到底是要从哪里起跑啊？这边还是这边？都可以吗？老师不会出现就是撞杆然后有阴影。你要试一下吗？要把杆拿掉，你们先跑一下，上垫子。小七，要不我们试一试吧？不是这种。拿起来就行了。好难啊！我试试。我就离垫子这么一点。就是海盗船长，然后海盗船长，如果指到你船长，你得怕了吗？然后如果旁边的就得吧。我知道这个。准备，出了门做俯卧撑嘛，好吧，准备，3、2、1，海盗船长，得吧，十个，海盗船长，怕了吗？他们两个都是怕了吗？
他指着你丢人。是让我说怕了吗？你得说嘴巴。那你也是两个都说的怕了吗？怕了吗？好，好，走。我重新说，我重新说，一、二，你先指完再说啊。完蛋了，二。走进来，你是在吃米吗？小鸡啄米。小鸡啄米。